平均，我国著名的陶瓷、青铜器评鉴专家，艺术品高级经纪人，艺术品评估鉴定师，现任德宏国际首席专家。大家好，欢迎收看鉴宝讲坛。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藏品是清早期卡斯珐琅赏瓶。这个珐琅器最早诞生于这个希腊啊，到了12世纪，卡斯珐琅由这个阿拉伯人啊带入我国，从这个元代、元、明、清、明啊这四朝都有在制造。相对，卡斯珐琅啊，因为它这个工艺比较复杂化一些啊，在元、明早期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啊，到这个明的这个景泰啊时期，才使这个工艺相对成熟化啊，因而也就有这个景泰蓝卡斯珐琅彩之说啊。卡斯珐琅啊制作的过程，刚刚我讲过，它这个难度比较多，相对它这个过程肯定也是比较复杂化一些啊。它可以分为这个7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也就是它这个制胎，它这个胎是用这个铜皮啊，纯手工工匠敲造而成的啊，然后就是它这个卡斯啊，卡斯是用这个扁的压扁的这个铜丝啊，粘到这个铜胎上进行这个回炉烧焊的这个过程啊，然后就是它这个填彩啊，它这个填彩的步骤就是先底，再花啊，然后点蓝啊，最后亮白的这个过程。但是它这个过程需要三次啊，也就是它必须有这个3次的回炉这个过程，因为它这个卡斯中，你点彩的点一次烧造一次的情况下，它会凹进去，它找不到最高点的这个平啊，因而它就需要3次啊点彩，需要3次回炉的这个过程，然后再去打磨啊。打磨的情况下，它是选用了这个细砂啊和这个黄石以及木炭啊进行这个打磨啊，最后就是抛光啊，这个工序啊，同时它这个工艺也可以说把咱们中国的这些古艺术都融入一体的一个艺术品。它第一，它有这个铜器的这个工艺啊，又有瓷器的这个工艺，又有这个绘画工艺，另外雕刻啊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我国从古到今的一个综合体啊，它可以把我们就是国家的这些艺术啊融入一体的一个作品啊。铜胎掐丝画珐琅喜上眉梢赏瓶，口径6.2厘米。底径6.75厘米，高24厘米，掐丝珐琅，汉族传统工艺品，属于珐琅器品种之一。一般特指铜胎掐丝珐琅，又称景泰蓝。制作工艺既运用了青铜工艺，又利用了瓷器工艺，同时融传统绘画和雕刻技艺为一体的作品。器型古朴大方，收藏与升值空间极高。这个明初卡斯珐琅工艺逐渐啊被这个宫廷重视，但是工艺啊不是非常成熟啊。到了这个景泰年间啊，卡斯珐琅工艺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造型啊、品种、釉色都有显著的这个增多啊，而且工艺啊技巧明显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个明
他这个烧字成功到这个明后期啊，因为战乱啊，他要换朝啊，造就了他这个停烧的这个过程啊，把这个就是珐琅器这个烧造过程又停止了啊，造就了这个后者这个工匠的这些流失种种的一些原因啊。到清末啊，虽就是到清末的时候准备复烧，但是相对工匠因为工匠的流失，造就了他这个又重新去研制啊研发的这个过程。到清啊，清初的时候就设立了这个珐琅座啊，专门研发这个珐琅器啊。康熙时期恰似珐琅啊的这个风格啊，延续了也是明代的这个风格啊，但是恰似细密啊釉色跟明代这个景泰时期的截然不能去相比啊。当时这个珐琅器制作一般参考的也是瓷器的造型啊，以及他忽略了这个珐琅彩的这个珐琅这个制作，他只是这个康熙爷啊只对这个绘画啊就是注重于抓了这个绘画，没有对这个珐琅彩的这个研发，造就了他就是制作出来的这些珐琅器也是非常一般啊，甚至说是成功的珐琅器也是非常极少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这个雍正时期啊，虽然这个雍正朝啊的这个珐琅座重新对这个恰似珐琅这个技术作为研究研发啊，但是效果还是不佳，因此这个恰似珐琅这个生产一直未能得到这个全面的恢复啊。只有到这个乾隆时期啊，恰似珐琅工艺才全面兴盛，并正式达到了一个巅峰的时期啊，并且成立了这个内务府这个造办处啊，这也就是这个珐琅器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再一个是它这个制作过程啊，在我们这个收藏行业当中啊，对这个珐琅彩这个鉴定啊也相对比较简单化一些啊。因为它这个时间短啊，一个是明朝，一个是清朝啊，民国啊，这三个朝代啊，明代相对时间短，它烧造的时间短啊。但是它这个器型，从器型上啊，它也有它这个器型上的这个变化啊。第一，明代的这个器型啊，它这个胎比较厚啊，胎比较厚啊，它选用的是紫铜啊做胎，让人感官有点厚重啊。但是再一个是它这个器型啊，仿古的较多啊，主要是这个它这个燃料啊，主要是这个天然的这个矿物燃料啊，色泽让人感官就是逼真啊，红像咱们的这个宝石红啊，绿像这个松石绿啊，但是它这个在明代的这个恰似啊稍微比较粗一点，比较厚一点啊。到清代啊，相对胎薄啊，工艺也非常，也就是相对比较细致化一些了，它这个恰似也细了啊，也薄了啊，从它这个图案上也传统了啊。到可以说清代这个乾隆时期稍微能简单一些啊，到后期可以说是繁密一些了啊，因为它这个工艺相对都非常成熟了啊，它那个恰似都比较密比较繁
啊，这也就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这个特点啊。到民国了，相对它那个工艺也粗糙了啊。在鉴定当中，第一，看它的这个光泽啊，所有的关于瓷器的，咱们也就讲了，它第一光泽必须柔和啊，第二它这个色泽啊比较艳丽啊，第三它这个造型啊，就是一个时期有它一个时期的这个标准造型，还有必定啊是清明的这个东西，它有这个古朴感啊。再一个也就是铜啊，因为也几百年了啊，这个卡斯章当中这个铜啊，咱们就用那个放大镜可以去看它啊。第一，它这个铜已经有这个锈斑了啊，已经有锈斑了啊，这就是咱们古玩行业里面所说的这个锈了，有铜锈了啊，它已经浮到这个表面了。再一个，它这个釉色啊，从原来的鲜亮到现在的就是稍微有点暗淡啊，这是时间啊，这也就是咱们这个过程啊，它形成的一个过程，有这个有了一定的年份了啊。相对现在就是有些就是喜欢这个珐琅器的啊，也可以去咱们这个北京啊，北京也有这个恰似珐琅厂啊，现在在制作啊当代的这个恰似珐琅器啊，也可以去那边啊参观一下啊，学习一下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件藏品是清早期的啊一件作品啊，有对这个珐琅彩喜欢的这个藏友啊，可以进一步的去研究。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